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研究这部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，咱已经研究到观义，就是十轮经总共有十观，咱已经讲到第二观，请各位将经掀开八十页，八十页。头啊，一个题目，就是咱这本经的题目，叫做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。这个意思，这个含义，在第一卷，咱已经有甲各位做过解说。即卖在第二卷，咱都无要搁加以说明，进入这个。品德，第二品的品德叫做十轮品第二。而这个十轮，十轮就是咱第二品的题目的重点，可以分作两种来解说这个十轮品。地藏菩萨，伊依照如来的本愿力，转十种的佛轮，成就如来的十力。这个十力，就是咧指十种的智慧力，也会使解说讲叫做十心力，就是要指出如来伊。证到这个实相之地，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性的这个力量。另外一种的说明，就是要来指咱这个十善业道的菩提因。咱即马先用第一种来解说这个十轮。第一种，咱就是讲用这个十力，如来伊有十种的这个力用，这个力用就是离咱这个心上三成这个功用。第一种就是地处力，处就是道理啊，知影这个道理伫啥物所在的力量。那么咱如来，伊对一切因缘果报，心识灵知。譬如讲做善业，伊知影一定会当得到这乐报，安尼叫做呢知识处。假使若做这个恶业，讲会当得到乐报。安尼叫做无有是处，做恶讲会当得到好处，即无即个道理呀、啊，啊，即、这个道理就讲袂通啊，安尼才称作智慧处。参像即种遮个道理呢，如来因为伊有智处力，所以种种拢总遍知。第二种的力量叫做业力。就是对一切众生的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的业报、果报、生处，拢总悉皆遍知。咱的业力
一世人所做的，甲过去式、甲将来，有着啥物密切的关系？咱茫茫渺渺，咱毋捌。毋过佛，伊有即个力量，伊会当了解。第三种的力量叫做定力，定力就是要说明讲，如来伊在一切禅定中自在无碍，伊的浅深处地拢是如实遍地，所以有定力的人，当然伊所发起的清净智力。正如解脱顶持顶顶的功能。第四种的力量叫做根力，根力就是知影众生上中下智慧的这个力量。如来对一切众生的根性、性律、德果的大小，伊拢总解释遍地。唔得会当度众生，唔得知影讲什么款的众生，咱应该爱甲伊讲什么话。咱咧度众生，是因为无了解人对方的根基，所以咱对幼稚园的讲的，甲对大学生讲的，拢讲同款话。这就是咱无有这个力量，对这个根基，咱无了解到这个程度。唔得讲，佛是观机调教，应机说法，就是有这个力量。第五种的力叫做欲力，就是知影众生种种欲的智力，如来对众生的欲乐善恶不同的根性，伊拢如实。了知。第六种的力量叫做性力，性力就是智性、智力、性力，就是如来对世间的众生种种的界分不同，伊拢会当如实体会了解。第七种叫做道力，就是如来对于六道。有为行所至处，涅槃无为行所至处，拢总会当遍地了解。第八种叫做宿命力，会当如实了知过去世种种事之力量。如来对于种种的宿命，不只了解一世。乃至了解八千万世，阁会当了解到咱的过去一劫，乃至到八千万亿劫的生死事。咱当时死，对遮来，离遮死，要阁去倒位，如来拢总清清楚楚，乃至到将来你要姓啥。你的姓名、你的饮食、你的苦乐、你的姓名，拢总如实了知。第九种叫做天眼力，如来借着天眼如实了知众生四生之时、甲未来生的善恶处，乃至于水、脉、贫富等等的善恶业缘，拢会当。第十种的力量叫做六尽力，就是极尽力，嘛会使叫做六尽力。如来对一切色、甲其他的习气，分为永断不生，永远都连习气嘛无啊。咱还佫有习气，如来呢已经无习气，无习气就是讲。连迄个精致的精，嘛拢总灭掉，伊拢如实了知。这就是咧讲，这个十轮品中的第一种的十轮，这是欲如来的十轮。因那第二种讲法，就是咧讲咱
即马记载，这本经内底第九卷有一个善业道品的记载。咱的这本内底有一个第九呢，迄个善业道品呢，就是佛要讲出菩萨的十轮，啊，就是咱的十善业道，作为咱的菩萨本，作为咱的菩提因。这个十善业道，第一就是爱远离杀生轮，第二爱远离不依处轮，第三远离欲邪行轮，第四远离虚妄语轮，第五远离离间语轮，第六远离粗恶语轮，第七远离杂秽语轮，第八远离贪欲轮，第九远离尽慧轮，第十远离邪见轮。以上这就是要来说明这个十轮品，品就是品类，品就是甲同款的意思扣做会。第二就是要指在咱这部内底有关的十轮的问题，就是伫第二品内中要来甲各位说明。即卖咱看这个正文。逆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将遭疑起，整理衣服，顶礼佛足，偏袒一间右侧着地，合掌恭敬，二壁佛前，五金文世尊，无量功德海，为愿速开喜，为解释之疑。逆时就是咧指咱观一，世尊重复伫咧讲偈颂，来伫咧赞叹地藏菩萨迄个时阵。那么你迄个时阵赞叹了啦，地藏菩萨摩诃萨就将遭疑起啦。即嘛，即个就是要甲咱教导讲，人爱有一个礼貌，人咧甲你阿乐。人咧甲你赞叹，咱听了后应该爱有一个表示啊。你看，世尊伫遐一直讲地藏菩萨的功德威德成就的定力，地藏菩萨听着安尼，赶紧站起来，把伊的衫裤整理一下，因为咱坐咧衫都会袂整齐啊。站起来了后呢，赶紧把衫裤扣扣咧。要来顶礼佛足，啊！顶礼佛足就是呢，因为佛坐悬啊，啊，咱拜的人低啊，啊，头壳拜的拄啊伫佛的脚底啊、脚边遐，安尼叫做礼佛足。那么你伫这个礼佛足内中，你就知影讲啊，安尼伊就是五体投地拜到涂骹去，唔是咱普通讲啊，感谢感谢啊，你给我安尼赞叹啊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唔是安尼呢，咱唔是咧选举呢。咱这个佛门的规矩实在是大礼呢，咱就安尼听到世尊甲咱赞叹啊，赶紧嘞，爬起来来顶礼，啊礼到佛足的所在。也因为地藏菩萨伊是身轻袈裟啊，所以这个偏袒右肩呢，一肩啊，一肩就是讲这边有大袈裟，这边就是裸肩呐，哦。也伊顶礼了，搁再呢？跪在土脚，右侧着地啊，着跪咧，手呢合掌，恭恭敬敬。所以各位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咱着更加爱体会，地藏菩萨嘛是足大呢，这嘛是会使讲高佛再来呢。啊，要甲佛祖讲话嘛是着搁安尼规规矩矩照顾来，顶礼了着搁安尼合掌规规矩矩。所以咱逐个人呢爱学习。第一，对法恭敬；第二，对人也要恭敬。咱在家菩萨，咱对这个出家众，不管比丘、比丘尼，咱若要讲问话，咱就要合掌。啊，法师阿弥陀佛，哈，啊，请问吼，请教什么什么什么？唔通讲，师啊，我问你一个。
啊，你甲看咱安尼学一世人嘛，敢若会尔，对无？较有啥？啊，有够粗鲁的啊！啊，学也无物件，啊，较学嘛学咱迄世俗人的迄套。有的人看到师傅，佫毋是师傅，阿弥陀佛，对囡仔好，甲打一下。哎，师傅啊，你甲想讲，恁世俗人人话都无爱互人打囡仔头啊，佮咱共出家人打囡仔头，这嘛是无礼貌呢。啊，你哪会对出家人安尼无礼？无咯，迄阮足熟个，阮足靠熟个，阮这甲师傅熟识已经几啊十年啊。啊，你就是呢，你是甲师傅熟识几啊十年，你较会无受着师傅的甲你教育？啊，你毋拢无咧听师傅讲经？人有人迄话吼，较早早期听我讲经，即马当着我甲讲，哦，迄敬亭师你即马足穿呢？啊，我拢甲看一下，嗯，哦，即也足早期的信徒啦，可能早都无咧学啊的款。早都无咧学啊嘛，对吧？啊，就以早有学，啊，即马久来无学个。佫有人迄落安尼吼，毋是咱遮信徒啦，迄毋知倒来，咱是毋知啦吼。啊，就即摆咱伫电视咧放法度笑，人伊嘛会听经，啊，伊就看到啊。伊看到伊甲我无熟识哦，人伊嘛会讲，来到圆教寺行行看。哦，你就是咧讲经迄个敬亭师哦。所以讲，毋是我爱你恭敬，我嘛毋免爱你美言几句啦。你既然是一个佛教徒，是一个咧听经的人，好啊，我尊重，毋是你的师父。啊，你无你嘛，佮安尼吼，阿弥陀佛法师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你就是咧弘法迄个法师，你咧来甲我讲，我你就是迄个敬亭师哦。啊，你毋是，你是阮师公啊，是阮师父啊，阮师伯啊。所以讲，你听伊讲迄个话，你就知影讲，即种人一世人就是安尼空过五万，袂晓客气的人。所以，伊嘛袂当学到啥物成功啊！啊，咱你看看地藏菩萨，人伊个为着伊个功果，伊已经到甲呢，含佛的堂顶啊，听到佛解阿耨，就赶紧起顶礼谢谢，搁再兼要讲话，就搁合掌恭敬以别佛言。这咱袂使无学啦，毋通单单讲，啊，迄是佛祖甲菩萨的代志，迄个是咱的代志咧。啊，无你咧听经，啊，无你咧上经咧学啥？敢若学我遐字捌尔呢？捌遐字通好上，啊，你嘛爱知影讲，哎，人这佛教吼，啊，足有上下之分呢，佮有恭敬心呢。啊，咱着以后吼爱注意，咱对任何对一个出家人。咱拢爱呢，啊！师父阿弥陀佛，请问吼，安怎安怎？咱千万唔通把出家人当作咱的呢兄弟姊妹，用好的、用旧的、啊用旧的，这拢无下呢。啊，咱大家逐天咧见面，通安尼啊，着搁遵礼数，因为咱爱教育边仔的人。凡说你拄啊伫啊咧甲讲师父啊，哎，哎来啦，啊师父啊，我甲你讲啦。边仔拄要徛一个撮仔，讲哈，哦，甲师傅就是讲话安尼哦。你甲讲看，你这个教育失败甲安怎？这撮仔个就我传落啊。后工伊照你这个方法去，就讲，哎呀，你看安尼无咧嘛？嗯，人因家迄老菩萨嘛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时时刻刻咱拢爱关照，咱身躯边有人哦，会咧拄啊咧撮仔哦，啊，咱讲话就爱小心。啊！地藏菩萨呢，遮尔啊有礼貌，甲佛讲啥？讲五经文世尊无量功德海，为愿速开喜，为解释之疑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我今仔日跪伫这个所在，要来请问世尊你，什么叫做无量功德海？这点的道理，要为愿世尊你因素。你开始，你允许，允许我所问这个问题，将这个问题来为大家来解说。因为这个问题可见不是地藏菩萨的问题，因为地藏菩萨看到当时在大集会上的听众拢有这个疑问，替大众来问。希望世尊来当解说一下，安尼大众心中的疑问就解除了。
地藏菩萨一来教育咱的礼貌，二来替咱请问问题。请问的方法、请问的语气、请问的法则，伊去甲咱教。所以咱若是要请教佛，毋通讲哎师啊，啊我吼毋知影即句啥话，你毋讲一下。你看，咱来讲话就安尼粗鲁，安尼粗夫俗子。对无，你看人伊就讲，哎，我吼、哦、要请教佛你的啥物这问题，啊，为阮你着来示开喜，啊，着过来甲阮解说阮的疑问，为阮着独独希望你甲阮解说一下。你看人迄问吼、哦，听着嘛，讲吼、哦，较差不多淡薄好，你坐遐，我来甲你讲，对无？啊，若咱吼问迄种话吼，人听着吼、哦，想要甲你讲嘛，讲好啊。现在今天都没用，后天了，意思就是说等候你修养较好的啦。你说话修养清法，咱就要有礼貌，啊，靠惜家己的人是无唔对，啊，家己的人嘛是要照规矩来，啊，咱是对啥？对法，不对人呢？因为咱要请示的是法，法就是尊贵的，法就是呢，咱应该爱去给恭敬，所以希望各位听足一经，学足久的佛，拜足一师父，要学啥？要学一套。这套若学起来，行到底，东西南北，人拢袂甲你弃嫌，大家都一定甲你阿罗赞叹，大家都是希望爱你这种的人。所以咱学佛，千万唔通控过五万。毋通呢轻视即个出家人，咱若甲出家人讲话，决定爱好好有礼貌，啊，以礼节安尼来请法，安尼咱才能得到法。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且讲到遮，下面咱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Thank you.